兄弟们，我感觉进到了老料窝里了啊！看看这一排排的，哇，这个，听声音，听到没有？你看，钢板一样的，然后黄雾带洋绿色，有没有？兄弟们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李老师这里啊。李老呢，是我爸爸的一个老朋友啊。今天呢，带了菲菲。带了我妹妹啊，阿奇，然后今天是吧，过来也是找李老聊一聊，主要是卧虎藏龙。我们就一直的时候啊，都是坐在这个珠宝街，没有去别的地方，就是瑞丽来的二三十年了，挺惬意的，李老啊。我爸爸说您现在是没有在做这些料子生意了啊，现在没有怎么做。就每天就在这里喝喝茶，在这里喝喝茶，看看这些石头，因为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干了，年纪也大了。像李老跟我外公那一辈的，就是我外公那边就是马帮嘛，马托啊，大象托马托。所以说现在这些石头也没有怎么卖啊，就是基本上其实都放了很久了啊，李老。但是也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了嘛，就是对对对，就是每天往这一坐，啊，喝喝茶，是吧？每天可能来打理打理他的小仓库里面这些老石头，是吧？抹布抹一抹，是吧？打理打理。李老师啊，这次其实过来呢，我爸也跟我说了，你这里这些料子，我今天其实是想过来看一下、欣赏一下的，然后还带了我的主播菲菲，还有我的妹妹阿奇。我们想看一下，欣赏一下。好，你们可以随便看吧，随便看。年轻人嘛，喜欢做这个石头啊，我感觉也是挺好的。因为我自己的儿子的时候，他们都不想做这个。不想做。你们有这种的时候啊，有这种概念的时候想做。身在福中还是不知福啊？支持的。那我们看一下。啊，李老师，我们看一下啊。来，兄弟们，我感觉进到了老料窝里了。啊，看看这一排排的，哇，这个，就首先我先不打灯，兄弟们，这一个个这种皮壳，你看这一边，是吧？你看这些皮壳，是吧？这些，包括下面这种，一看就是放了很多，上面都是灰尘。就别看这个房间小啊，这个房间应该价值是上千万的，千万哦。老一辈其实特别喜欢色料，瑞丽哪个地方能看到这种老料窝啊，兄弟们？啊，正儿八经的老料窝，这个。这个是个色带料，兄弟们。哦呦，看到色了。其实这种料子，假如是我的，我会这么玩：小钉锤，卡在这里，一锤下去，给它敲个敲口。敲口爆色，那就已经涨了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啊，这个你们年轻人如果想要的时候，就矿山价了，就10万块钱，你们拿。十万块钱。哇，兄弟们，这种色料是有点东西的，这种色料是可玩性很高的。老货，对，木西沙，木西沙皮壳非常紧凑，非常完整，有棱有角，是吧？你上手摸一下，这个就叫木，对，木西沙长河，是吧？沙皮它以白皮、白灰皮、白黑皮为主，这个就有点那种黑皮了，这偏底层一点。如果您把它色味都已经完全泛出来了，如果您把它摸的包浆发亮，就叫摸摸亮了。好，摸摸亮，别乱浇，乱浇啊！可玩性高了。这种有雾尘的色料，煮下去的时候啊，基本上里面都会进。你看，这种是有雾尘。老翡翠人就是随便说一句话都能让我学到东西啊，李老师啊。慢慢看，如果有喜欢的，你们尽管开口。现在的时候，谢谢李老，不怎么卖。好，我就按矿山的价钱的时候啊，给你们。好的，谢谢。哇塞，我跟你说，好漂亮，真的是进了老料窝，兄弟们，真的是进了老料窝。这个色，好洋，听声音，听到没有？你看。钢板一样的，然后黄雾带洋绿色，有没有？是真的是玩界面的吧？敲一下，那么大一个，敲一下我听听。哎呦，这是钢板，脆性、种子无敌。是啦，色好像不止这一块，对，也有，这里也是，全画出来了。这里也是，哎呦，好多好满。
像那种料子空间很大。哇，这种皮革原真的一堆各种老皮，老皮，油光水滑的感觉。哦呦，兄弟们，老木浪，我给点，哇，你给一点点，看得到吗？冰冰的，感觉志哥兴奋起来了。哇，整个店面完全黑了，脱沙的，发黑，这种擦开就一个字，甜，润，甜，木浪。嗯，我今天跟你讲了吗？对，是吧？木浪料子，像冰糖一样。嗯，随便兄弟，压一点，整个熟了，有色花。这种还不便宜，兄弟们，就应该要达到一个中六。哥，你问一下多少钱？等一下，你问一下。喜欢了是吧？哎呦，李老师，这个木纳多少钱啊？这个呀、啊，啊，这个那就算矿山的价了。这个的时候就算35万。35？啊，哇，兄弟们，解答了我。35。你要看质量啊。这个好大嘞。好的，应该记得吧？两三公斤四只的吧？就是4公斤的，嗯，能够达到4只手镯，4公斤多。啊，这种瑞丽的市场的话，绝对妥妥的是50多，接近60的货。你像以前那种老一辈的人收料子哈，嗯，包括我父亲他们，都是偏向于说是怎么地要带点色，因为说是飘化也好啊，怎么的又要远绿，哎，要不然这个料子不太喜欢。我们就说的啊。这个也是老料子，有花。哇，这个有花有花，这个擦开，兄弟们，不带花，这个擦开不得了，这种很冰，杠味很足，而且底子一定是很干净的。这个手感也很好呀。这个有人跟李老说说，我们搞场直播。哎，搞场直播可以吗？我都想演。你这老小子，那去到哪也播到哪。嗯，那是吧，主播嘛，肯定去到哪播到哪嘛。等一下吧，等一下我跟李老师说一下。嗯，应该是可以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随便哪一个打灯都是有那种绿感的哦，啊，都是有空间在的。哦，我发现两个小的，这是写色料吗？好。好好看、啊、真会挑，对的，真会挑，会卡的，哇，满色，你看，女孩子啊，喜欢冰冰绿绿的，我看看，哦妈嘞，这个钟，哇，好细啊，好细腻啊、嗯，有没有？哎，你回家可以做见面了，可以做，这个不用做了，这个品质可以做见面了，这个也差一点，对，这个没演那么多，这个呢？这个你看李老说的就很专业了啊，就这个色还不够特别浓，是吧？还是淡了一点，对，翻白一点，还不够特别浓。这个但是这个擦开就这种就够了啊，李老，因为它种好，这个是种可以，嗯，算一般般，一般般，哎，是不是啊？你呢？弟弟妈妈的弟弟妈妈，那李老。你这些料子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处理嘞？这些要放着了，先放着，还放啊？现在的时候啊，其实不过越放越值钱那种东西啊。现在的时候啊，也不是说急着卖这些，反正现在也不是说挺差钱要。哎呀，也是也是，对啊，又不差吃又不差穿啊，毕竟也是陪了自己那么久的东西，肯定还是。李老，那这样子可以吗？就是。这两天我看安排我让菲菲过来这里，就是直播一下，带我的那些客户啊，那些翠友过来看一下，可以？好吧，好吧，那过几天吧啊、哦。过几天，过几天。哦，这两天几天没空是吧？这几天没空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好，我们就过来欣赏，反正看一看吧。反正我们到时候哎，就真的是五湖四海，世界各地，现在网络也发达了，对，是的，它跟以前不一样，跟我们以前不一样，以前电话都难嘛，对对对，以前可能打个电话都是什么公用型啊什么的啊，那现在可就是一个手机，然后视频，大家可以真的是面对面看世界了，对，这样讲，小子，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时候啊，你们看上做这一行叫赌石的，这种叫赌石的，赌石的这一行啊，还是真的值得钦佩一点。所以说吧，你们喜欢来播的时候，你们就来播一下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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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带你们那些队友啊，什么的来看看。可以可以，谢谢李老，谢谢李老。哇，李老其实挺好说话的。像我们这种已经绿波西山了。
没有了，你这样说，挺好的，对吧？好了，反正也干不动了。你们年轻人嘛，喜欢干的时候啊，就来干。谢谢。我放山呢是好多朋友啊，你们如果想做的时候，跟他们放弃的时候合作。可以，谢谢。可以。就是我刚刚也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每当我们聊到料子，聊到色料，李老就特别开心，他也特别愿意分享他的一些经验，他的一些看法，哇，就真正的老翡翠人，就是把这个东西已经当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了，我觉得挺好，是吧？包括我也是，对，渐渐的，就是说我们可能接触的也多，妹妹接触现在还接触的少啊，就渐渐的可能。你会越来躺在床上，你都会在想，哇，今天看的那件珠光宝气的东西真舒服啊！我未来要拥有多少件珠光宝气的东西，都会去想，真的，真正的已经是爱上这个东西了，是爱，知道吧？都不是说单纯的喜欢了。是，就实际上现在你跟我说些什么啊，玩什么游戏啊，或者是什么啊，手表、车子啊，我都不太感兴趣。但是你说有一个好一点的料子啊，然后。特别有空间那种啊，就自己特别想研究，三天三夜的乐趣，盯着他看，这就是乐趣，对啊，这就是乐趣。那李老，那过两天吧，我们啊，过两天的时候啊，看什么时候，对，我们挑个时间，我们再跟您聊一下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过来了。好，你就欣赏您的宝贝，好不好？好，菲菲每次是吧？合不拢嘴了，知道吧？人家都是合不拢腿，他合不拢嘴，每次吃啊，笑什么？好了，兄弟们，那咱们今天视频就时间原因，我们也就不继续记录了啊。那想看更多老料的，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然后这两天的话，我们找个时间来李老这里带大家现场看，是吧？想看的也可以来，好吧？那我们下期再见了哈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